喂，老公，今天我过生日，你给我转点钱吧。等你回来买个蛋糕，晚上咱们一起过。过什么生日啊？不是年年都有吗？学人家跟风买什么蛋糕？可是，可是什么可是？你自己相个愿不就好了吗？今天晚上我兄弟过生日，可能晚点回来。燕子，又在这打电话，咱家的电费呀该交了，你去交个电费。顺便买桶油。好了吗？想起第一次握你的手，你紧握。喂，妈，闺女，生日快乐！我给你发了一个红包，想吃什么就买什么，可别委屈了自己。嗯，谢谢妈。啊，对了，妈，你和我爸一定要注意身体啊！啊，对了，我给寄的那干吃面，你收到了没有？收到了。酥酥脆脆的，挺好吃的。好了吗？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家里来了很多朋友，给我过生日呢。嗯，那我挂了。这里也许回家的路越来越长，慢慢的走，不用回望。我会说再见。妈，回来了，燕子回来了。妈，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？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快坐下吃饭。谢谢妈。哎，燕子，你看，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干吃面，先尝尝。谢谢妈。你要喜欢吃，以后妈经常给你买。嗯，好的，妈，来吃吧。哟，这不等我就吃上了？谁知道你回不回来呀？对啊，你不是说你今天你朋友过生日吗？哎呦，这兄弟生日哪有媳妇儿生日重要啊？来，看我给你买的包。谢谢老公。这里面还有惊喜啊。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哇，这个呀，我已经喜欢很久了。谢谢老公。喜欢就好。来，还有蛋糕。来，快吃饭吧。Good night, goodbye, my children. 嫂子，你吃韭菜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对呀，我一吃韭菜呀，胃就不舒服。哎呀，你那是没吃习惯，吃习惯就好了。咱今天呀，就试试。哎，你嫂子她不能吃韭菜，你还故意往里放？吃多了韭菜又没有坏处，真是矫情。你嫂子真是不能吃韭菜。哎，妈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都挑出来啊，再叫你们啊。妈，这里面怎么有韭菜啊？小花，你不是把韭菜挑出来了吗？哎呀，这么好的韭菜挑出来多浪费了，我就没挑。小妹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真不能吃韭菜。一吃韭菜会吐，你怎么就不相信呢？那我也没见你真吐呀，我看你就是这不吃那不吃的，真是矫情。行。小妹，吃饭吧。今天中午啊，是我不对，我给你赔礼道歉，我特意做了一桌拿手的好菜，走。我呀，都是为了你好，你以后呀，也向我学习，什么都得吃。对，小妹，你说的对，你说我怎么那么矫情呢？以后呀，我得给你好好学学。行，妈，走吃饭。这怎么都是辣的呀？小妹，多吃点，来。好辣，太辣了，这个。这里面呀有辣椒，你不是有体寒吗？吃多辣椒呀，对你身体好啊。你现在呀，只是不习惯。多吃点呀，就习惯了。哎，我吃不了这个。嫂子，你别给我加了，辣得我胃疼。小妹，
原来你也有吃了不舒服的东西啊？那你今天中午还硬让我吃韭菜？行了，这呀是我特意给你买的你爱吃的干吃面，快尝尝吧。小妹，你记住了，你以后怎么对我，我就怎么对你。妈，咱吃。结婚两年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处理不好婆媳关系，因为我活得太焦虑了。妈，你鸡蛋了吗？哦，今天早上我一看呢，就剩一个鸡蛋了，就给欧阳吃了吧。咱们啊，不吃也行，他不是上班吗？哦，对了，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。哎，找到了，还好多呢。妈，你要不要也吃一个，帮你煮一个？我不吃，你吃吧。那我只煮我自己的了啊。老是计较婆婆是不是话里有话，是不是指桑骂槐？来，儿子，吃芒果。谢妈。我回来了。哇，买芒果了呀？我最爱吃芒果了。燕子回来了，我觉得你不喜欢吃芒果，我就没往外拿。谁说的？像芒果、榴莲、车厘子，我的最爱。嗯，真甜。妈，你也吃呀？当妈的都爱吃鱼头。幸好我不是他妈。其实后来想想，婆婆怎么想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这刚吃完了饭又吃零食，你不能挣还怪能花呢。妈，这干吃面好吃不贵，来你尝尝。那么说，婆媳之间最简单的相处方式就是只要不直说就装听不懂。哎妈，干嘛呀？跳广场舞去啊。跳什么广场舞啊？这厨房我还没刷呢。哎呀，我就那么一个爱好，跳完了再刷。这爱好有什么用啊？先把碗刷了。你刷碗也是运动。哟，妈，你这辣子鸡做的也太辣了吧？我最近不吃辣，你不知道吗？尝尝不辣呀。燕子，你吃辣吗？我吃，可以呀。儿子，你看我买的干吃面可好吃了，尝尝。怎么又乱买东西啊？那怎么是乱买东西呢？我给你收起来了。媳妇儿，你也别说，俺妈买这干吃面还挺好吃的，你快尝尝。好。这个干吃面酥酥脆的，确实挺香的。老公，不过你最近这样对咱妈，是不是有点过了呀？没事，看我的。妈，你还真生气了。我平时真的是这样对燕子的？您比这还过分呢。您仔细想想，这燕子嫁过咱们家来，她就是您半个女儿了，这以后你不得指望她给你养老啊？我的心是簇拥烈日的花，在你的眼里找到了家。